绍的这一位演讲者，伊就是东区市世界运动会基金会常务董事，现主席是咱市政府的顾问，也是咱的政治化委员。伊过去嘛伫行政院服务过，即马就来为咱来欢迎咱的竞选总部副主委委员刘世峰。多谢天林，各位关心台湾、关心陈局、关心高雄命运，咱台湾国的主人，大家晚上好。大家今仔日暗时聚集伫这个所在，就是要来看讲咱阿舅仔啊，伫明仔载是毋是会当受到咱高雄市大高雄市人的付托，会当担任着第一届大高雄市的市长？我相信咱在座诚心的一票要投阿舅以外，嘛要甲咱的命运跟阿舅的斗阵同款，咱来创造高雄苗，让阿舅仔当当选掉掉。咱嘛知影，到这个时阵，咱伫高雄市这个所在，嘛是讲有两个所在竞选总部咧办演讲场。咱知影，这一次的选举有三个候选人，一个是代表咱民主进步党，行这条道路，咱的阿舅仔啊，另外一个。是反对咱离开离家出走的杨秋英团长，咱拢知影杨团长这一次的参选非常的无正确，咱拢知影杨团长这一次的参选无用爱来带咱的高雄做咱的大家长，因为伊今仔日竞选总部，伊的演讲主题是反局世纪大决战。各位，咱的阿舅这样子的过去时代做到非常的辛苦，让人学拢爱感激。维持咱高雄人的尊严，维持咱台湾人的尊严。这种的人，咱是要用全力把阿舅阿妹支持当选，来争取正义。领导们，要做一个大高雄的市长，哪有可能用狠，用这款软谈？我嘛会当尽量选票。今仔日要参加咱这个规矩的游园游的竞选总部演讲场的人，是一个无听透台湾。是一个知影讲咱高雄这个所在，真侪人拢都是咱路口的路工，比咱咱农民朋友，是咱咱财团挂落的大财团叫做的。咱若相信咱高雄是一个热情，是一个友善，是一个讲究平和啊平等的城市，咱就袂使让选票投予杨秋英，连做咱个选票绝对是一张好咱的阿公仔。咱看到一个公平参与的团长，献出了欢迎，用乌黑的玉制公旗以外，咱搁看到连续几落道的竞选总部，伊的聚会内底规范的行政标明，当选的公务人员，当选的校长，当选的老师替伊来撑场面，这种的人。这种的人无可能做咱大高雄的市长，对不对？
湾族民的娘亲，伫个日本互中国人欺负，咱个杨淑君的台湾岛，伫个中秋奥运的时阵，嘛是互外国人来欺负的时阵，咱个马政府、中央政府伫个什么所在？咱台湾人的尊严伫个什么所在？敢有人替徐若瑄出气？敢有人替杨淑君出气？各位，这就是证明，你若面对着外口足大个压力的时阵，无办法跳天梯，无办法坚持台湾人的尊严，你就无迄个尊严，台湾岛包容的市场，对不对？会尊